老板，我是嘉豪，今天跟大家介绍这个平价的这个铁板暗抛的部分哦。我为什么会把它主推在暗抛呢？因为其实它的样式就比较偏向于暗抛。很多客人会说，哎，嘉豪船吊可不可以用？当然可以用。而且呢，这一间工厂啊，我们大概先了解一下，他曾经帮我们的 Major Cry， 就是我们的马牌代工过。然后呢，他因为说这个工厂的部分呢，因为景气不好嘛，他就为了要出清，然后经常就有去扫了一些铁板回来这样子，哦，大概跟大家报告一下 ，OK。那这支铁板呢，它分别有80克跟100克，然后它的这两边的这个 coating 涂层啊，哦，这都是夜光的，你放心，哦。然后呢，因为现在夏天到了，回游性鱼种比较多哦，反正有抛有机会嘛。哦，这一支原价他们当初在卖的时候都是大概300出头，今天都不用，都只要130块。哦，不管是80克或者是100克，我们等一下也会同步卖场，哦，请卖场开出来。哦，他做的其实做工非常的用心，哦，做工非常的用心，非常的漂亮。哦，130块真的物超所值，哦，因为我们现在业界的畅销款的铁板大概也都是在100出头块，哦，那我跟工厂讨论之后，反正它也只有一批嘛，你要知道卖完就没有了，所以顾客如果你们有买到，你们就赚到 ，OK， 有什么需求我也欢迎你下方留言来电。